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六场赛事，二班1650米，大热系六，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热血斗士慢咗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太阳威威埋变黑衫抢啦，中间咧白鼻箍又系红啦，外边电信巴打三只马零射快嘅，第四位沙皇者，第五位粉红眼罩系美丽同享啊！再下一层啊马啦，内栏六三黄帽啦，就系欢欣复星啦，响佢出边啊起进区啦，后边嘅三匹马热血斗士。黑桃火箭针刺殿后是常拼常勇嚟噶，转呢个咧就满贯湾接近1200，前面带头噶嘛系电信巴打，咁啊抢咗喺前面放先啦。第二位咧就系嗰只又系红啊，外边第三咧就系呢只沙皇者啦，咁啊扣翻住之后咧，内栏太阳威威进占第三啊，沙皇者第四，吊住第五啊，就系粉红眼罩嗰只美丽同享啊。第六位黄衫起进居，后边四只欢欣福星六三响尾四，隔篱拍住佢系热血斗士啊，后边嗰两只啦。埋边白衫就啱啱过咗嗰只咧，外边嘅黑桃火箭噶，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占先嘅马依然系电信巴打，占先咗半个身位到啦，外边啊又系红啦，内栏第三太阳威威，出边第四沙皇者，内栏第五美丽同享啊，出边咧咁啊第六位黄衫就起进区啦，后边嗰四只欢欣福星六三，内栏尾四响出边热血斗士，后边两只白衫内栏常拼常勇掟出去咧，咁啊有一只黑桃火箭噶，转正弯入直路啦，电信巴打占先啊，咁啊想喺入边偷位。位上嘅美丽同享啦，中档位置太阳威威，外边一鼓作气就冚啦，有呢只起进区响佢外边做嗰只黑桃火箭，最后百零米啦，见到外边位置起进区，中间位置粉红眼就车轮边车上嚟啊，就系嗰只美丽同享，埋边位置做个电信巴打，接近终点，美丽同享赢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就系嗰只起进区，第三名电信巴打就响入边，第四名嘅马咧。太阳威威同埋外边黑桃火箭咧就要影相啊！入弯你都唔好话唔惊啊！美丽同响裸位嗰度唔得如意，但系直路一打开就穿上嚟，起进区一鼓作气冲上嚟跑第二、第三名电信巴打，第四名啊真系近嘅，外边黑桃火箭，中间黑衫太阳威威要影相。六号嘅美丽同享啊，潘顿赢翻场啦，咁啊最后3.4倍啊，跑第二名就系四号嘅起进区啊，莫雷拉一路嘅电信巴打，潘明辉第三、第四近，睇下出边黑桃火箭咧攞翻第四。潘顿啲车轮边咧真系犀利啊，最尾有几步好劲啊，美丽同享3.4倍大热胜出啦。但个车车下只马闪喎，即系好在即刻收翻正呀。高东尼起咗乜？赢两场。咁一齐睇下第六场赛事嘅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六号嘅美丽同享，独赢派34.5，位置派18蚊。跑第二名系四号嘅起进区，位置派18.5。跑第三名系一号嘅电信巴打，位置派59蚊。跑第四名就系十号嘅黑桃火箭，连赢四搭六派104.5。二重彩六号、四号顺序派176蚊。三重彩六号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2288蚊，单贴派678蚊。睇翻第四名张相啊，黑桃火箭咧出边咧攞翻第四，佢都好慢脚啊，追翻第四。几位骑师都发挥得几好啊，
潘頓啊、莫雷拉啊、潘明輝都交到只馬應有嘅水準。起步就慢啲啦，熱血鬥士啊，同佢喺從化試習都差唔多。咁另外留喺包尾咧，就係、是、常拼常用啦。睇翻前面先啦，電信巴打繼續準成啊，放喺前面咧捱到個第三，又係紅就跟住佢啦。咁啊中檔嗰只馬咧，見到就太陽威威，佢翻嚟都近啦。跟住啊沙皇者啦，第五位就美麗同享嘅，歡欣福星就咬住佢，後面就起進區啦。尾三位置熱血鬥士嘅，包咗尾一隊啦，黑桃火箭常拼常用。咁啊，步速都正常嘅，咁啊三名都同标准时间相约啦，咁啊中等步速赛事嚟嘅，咁啊啲马匹嘅跑法咧，亦都大致跑翻啱佢应有嘅位置啦。咁啊，系潘顿嗰只咧就后咗少少啦，不过都赢到嘅。咁啊，始终佢嘅跑法都较为弹性啦，咁啊都展现到佢几好冲劲嘅一面嘅。咁啊，落嚟都嚟得靓噶啦，咁啊一出就吸住，咁啊好快蚀咗埋边二叠有遮挡。咁啊，撞啱呢場有正常嘅步速，咁啊，所以跑翻足佢應有水準啦。始終上個重化咧，回一回，坐一坐咧，對只馬都有啲幫助嘅。咁啊，其他馬咁啊，電信巴打有個單騎領放際遇啦，亦操控住一個中等步速形勢。咁啊，憑住準啊，路程專家咧都繼續有個批嘅。咁啊，沙皇者就早段都跟得唔錯嘅，不過目前咧又唔算話好多。咁啊，黑桃火箭咁啊，有翻正常步速啦，亦都有翻啲追勢啦。咁啊，始終上次都係輸咗啲步速形勢嘅啫。其他馬歡欣福星孭到嚟呢啲榜咧，就真係有啲吃力啦。今日雖然都遇難堪，但你見到無段追勢咧，就佢唔係唔追啊，但係都好明顯冇以往咁勁嘅。第六場賽事都覆榜完畢，王子 Q 派彩四搭六派44蚊，一搭六派139.5，一搭四派238蚊。三揀一派彩勝出咗入係 A 一格夜熱門派22蚊，二重彩六號四號順序派176蚊，四連環一號四號六號十號派1363蚊，四重彩六號四號一號十號順序派14885蚊。孖宝头关十一号尾关六号派102蚊，头关十一号尾关四号派40蚊。分段时间头段27秒66，第段23秒92，第三段23秒72，末段23秒06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38秒36。